そうなの。来喽来喽，秀喽秀喽，秀喽秀喽，有没有急速过？干！烂游戏！烂游戏！阴阳师不玩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刚不是还拿出鸟的造型？我阴阳师每天都有玩，只是我就是把它当成休闲游戏在玩。玩游戏要以自己的脚步啦，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玩。我现在每个我介绍过的游戏我都有玩啊，猎神、阴阳师、少女前线、圣光之士，我最近还没有玩，因为圣光之士我后来发现他有找人家工商，没有找我，我就很难过。赶快找我工商好不好？少女前线没有玩那么凶，然后游戏王偶尔会登上去，崩坏三啊、Fate Go 啊、Fate Go 昨天才刷一大堆金钱。阴阳师我也每天都会把每日解完，解完以后就是继续弄，对不对？氪多少？哎，不要一直问人家氪多少啦，你会去路上一直问人家说，哎、欸，你薪水多少吗？哎、欸，你薪水多少啊？你是沈佳宜哦，你是人家过年最不想遇到的那种亲戚啦。哎、欸，你赚多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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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你知道我隔壁小学那个先生的儿子都已经年薪百万了吗？他到底关我屁事啊！新界面自己装的吗？对啊，现在不是都可以自己装。哎、欸，这手进来我打不打你啊？不知道。保护他一下，保护他一下，我花卡利斯来。他没闪现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要确保卡莉斯会不会来而已，就跟我猜的一样，我只要确保卡莉斯会不会来而已。你说不来啊？我刚不是有聘吗？我有聘欸，你完全不理我欸，干超级吧。我单挑赢卡莉丝哦，他刚刚来的话我们会九格打，下路，把他打到剩20%血啊，这样跑比较快。好亏哦，亏爆哦，真的是难过。哪里在上？真没有十八级。
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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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钩就是精锐，不错不错。他 Q 跟普攻可以同时用，然后 Q 又附加普攻的那个命中效果，比如说这角色在出那个扩散普的时候效益非常的好，就是他攻速可以来到最快，但耗魔很凶，就是这角色耗魔非常的凶， Q 点高的话你耗魔会很高。靠北啊，我点到 Q 了啊，他刚讲完 Q 不能点高，你看50魔变60魔，中路要帮，我现在等级非常 low 欸，而且我想去帮上，漂亮，漂亮！这个中路超强哎，这个及时的支援，不错不错。这样我应该可以拿他来拿阿红，阿红就还没出，怎么可能？我就要红线才出，刚刚一直都有交闪现打 B 是不是 AP 折，对对 ，Q 按出会翻去敌人后面，有啊，我刚刚不就翻小兵后面逃跑吗？这我知道啦，我好歹 PB 的时候就要玩狼人了。去邮局存钱被妈妈看到，靠北，真的假的？不演不演，本来不想开大。抽点税推个塔应该不要紧吧，
没吃到，啊，这个也没吃到，怎么可能？我上面有这么平弱吗？江狗，哦，他们江狗才六等而已。到底是哪边比较需要帮忙啦？干你超废！我天哪、啊，我真的帮你是错误哎。把它用掉还聘我，为什么跑度降低？对你太失望了，亚素，干，就你自己单杀他，有种就是被骗的感觉。哦，好失望啊，好失望啊。这个就是失望的感觉吗？满意而出啊！真的没大，我们家上塔快被拆嘞！我想拿他们家上塔，我一直帮上路，就是因为我想拿那座塔，因为那座塔快掉了，我想拿守塔。人家在推塔，你在干嘛？我哪管你 RC 多久啊，守好你的塔。但死的方法好绝望，他交闪现在死。干，你们在吃红的那一位啊？斧头大过天，谢谢你的订阅，欢迎去，谢谢回来，欢迎回来，好，我来帮他走。本体还是比他高啊，吃的比他多很多，但我怕他掉上塔，上塔一半。你可以定到他吗？你定得到他，我杀得到。我拿我的红，你放他都快发笑了。
家江哥在那边。你没有办法直接电到他，很难过、哦。你有办法直接电到他就死了。为什么我们中路会一直被杀、啊？我这个反杀怎么样？有没有 feel？ 有没有 feel？ 再见了，朋友，想念你。被一个 AP 一泽勒秒杀。上路有 TP 了，上路没有人推，中路推过去一点，中路推过去一点。中路没有人守啊，中路快推啊，我要推掉上路了，加油中路，加油，啊！我成功反杀他，但我没有反杀掉下一个。哎呀，这个腿好累啊！啊，我们上哪要被推啦？有没有 TP 啊？没有，我没 TP。干，好可惜哦，没推到那一波太亏。哪边呢？没看到。看我们家中路真的是不太强，他除了支援那一次很到位以外，他几乎没做过任何事情，然后一直被吃。再见了，朋友。跳下去拿，然后再拿上来嘞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哇，那么早用掉！我干，差点死掉。
他刚才脚用掉了，他刚脚下去打一波的话，还有可能拿到一两个人头。要找一座塔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又出事了？怎么又出事了？啊！你们两个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撞到墙了吗？怎么突然死光了？中路太废了，来来，我搞你们，搞你们，搞你们！被秒杀，我 R 没有出来啊，我刚以为我 R 有出来 ，R 出来可能还有得回，哎，被。饭，你搞啥饭？还好，我觉得我还蛮痛的。我觉得我还蛮强的，我角色很强，但我队友不太给力。我想出这个，我想出活动。刘美阿丹不是住国外吗？他要睡很正常吧？晚安啦，刘美阿丹。开出一只送，看我才13只而已，送我一只送，屁啦！你是不是不太会看游戏啊？有必要这样霸凌我吗？才13次而已，哎，朋友。这种热伊泽瑞尔处理不了，他太痛了。因为他冷静，他刚刚没有神推，他神推我们可能还有机会再跟他打打看。7分连败10场，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玩玩看其他游戏，再回来玩。
我当初积分一直输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超不爽啊！这游戏怎么那么烂呢、啊？就玩一下其他游戏，再回来玩会好一些哦、啊。他那个护盾怎么这样用啊？他们家 AD 超，他们家那个超级痛啊！而且他为了处理我，还出智齿，鸡巴哎！哦，他们家杰西超肥，要小心杰西了。杰西三件装。我快拿满龙的 buff 了，天你在干嘛、啊？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AD， 乖，我靠！你各种被开欸，看到一个 support， 然后超级兴奋的，怎么看到 support 那么兴奋啊？差 AD， 差点二换二，那 AD 差 AD。啊，这一波开其实还可以，你知道吗？又被讲不开啊！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想抽 Pro， 下个月啦，下个月好不好？下个月。你可以订阅啊，下个月还是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每个月都会抽，我们一月的已经截止了，但二月还会抽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订阅，我们有机会抽二月的，对不对？其实狼人可能会有那个，就模仿太低了，不得不低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不把物防撑高，我也是爆。现在你要把我的物防撑更高更好，不然他们太痛了。别再被抓了！A man I was, I killed him first.看你又要被抓，这样真是懒得理你，天啊！逃吧，打个屁啊！一月的还没抽啊，一月是二月，明天抽，二月三号吧，对，明天抽。
不是啊，这怎么赢啊？这根本不可能打啊！赶快投吧，浪费时间，真的在浪费时间。哦，我们的开战极神哎，我们开到那一波是直接抓掉他们 ID 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是非我，我觉得刚刚应该是那个我们家 AP 要进去他们中间开自己大，那一波觉得打得很漂亮，开对面大没有意义啊，因为他们的 AD 已经被抓死了，开自己大，把所有人卡得开，定人也没什么意义、欸，那一波要保住自己。赶快自杀也比较实际，漂亮！赶快结束啊！浪费时间，真的是浪费时间，气！干我！